频道，我是阿渠，没有错。那今天一样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花子的失落日记。那分享了一个，哪个档案才是我的？对，我们昨天去看了一场电影《玩命关头六》。那其实整部电影的剧作还是非常非常好看。哇、我在说。很好看，你就要这样吗？你在反驳什么？好啦，就是其实真的还蛮好看的。如果不喜欢这个系列的人，不妨可以赶快去看看哦。只是目前位居在花莲，对，没有错。那花莲影城通常都是人清清的，可是，在这种大档出现的时候，就会非常非常多人，没有错。而且我昨天又干了一件非常白痴的事，就是我约了我朋友去看电影。那我就是在出门前其实有一堆缓冲的时间，那我还是忘记把我的眼镜带出门了。之后我就选择了前三排的位置，真的非常非常紧啊！啊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换做玩命关头六的。有人死掉，害我很难过啊！这应该不能再继续讲下去，这样就会剧透。话说上次得到的那一只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得到了一个不明的药水，不明的药水不知道。那我们打开瓦斯好了。喂，就说吧，就说吧。而且那个瞬间的那个场景还蛮美丽的哎，好，这我们被瓦斯呛死了之后，就是要干嘛？我们有银杏金钥匙，金钥匙能干嘛？上次我得到了金钥匙，完全不知道要干嘛，不知道它该是哪里的钥匙。诶，它有写是吗？上面写着灵魂之窗的金色钥匙。但是不是纯金的灵魂之窗，哪来的灵魂之窗？你没有必要看的意思，看的是你的损失。灵魂之窗，还是我能对这张受伤的？好，不错，打不开，打不开眼睛。哦，所以是这个吗？得到了铁锤，灵魂之窗就是。眼睛的意思，得到铁锤又要拿这种，我就知道，劈菜刀之后砍掉小朋友的头，就我们现在要拿铁锤砸死鸟鸟，呵呵，死掉了，呵呵，是鸟的血，哎呀，好多红色的纱布，而且这 BGM 是想要表达什么？空空的。我把鸟砸死了哎，然后，哦，鸟鸟的逆袭，是这样吗？好啦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把铁锤把鸟砸死的，这啊，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？好啦，我们做人不应该就是一直要走行恶的路线，我们偶尔要行个善，可是那我要拿铁锤干嘛？你受伤了吗？那得到了铁锤能干嘛？哎呀，好多红色的纱布，可是我就有只有不明的药水，香香的药水又不能用。那然后呢？瓦斯不能。还有什么额外的东西吗？腐烂的柜子，这里有路吗？哎呦，你是哪位？为什么你会在？嘴巴很大，然后脖子有点断掉了，然后，药物知识，嘴，不能打，不能打开吗？空空的铁柜，那我可以拿这个铁锤砸你吗？你都在这里了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就是逆袭一下吗？
面什么都没有，我已经拿掉了，得到了不明的。瓦斯是不能拿的，那这间房间已经没有用了。然后呢，柜子完全打不开，敲坏就可以开啦。看来都不是，还是我可以把电脑砸坏。看来不是，砸不知道的电脑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不行啊。这又是什么注射剂吗？哦，哎呀，为什么你会出现？你在这边干嘛？你在这边干嘛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不合理啊！你动了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会走过来？所以你消失了吗？好吧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不知道他想要干嘛。就我们先去存档好了。哦，这一切太可怕了啦！那先存档，好香哦，呵呵呵。那我们存在第二个档案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在那个什么六个人头的地方会不会产生分歧。那我们第三个档案是一个，就是如果它真的有分歧的点的话，我们再稍微的重玩之类的。不明的样水管是要放到针筒里，之后我们。这样子才能注射它，对不对？乖乖哦，现在帮你打针不会痛，是骗你的哦。哦吼，为什么这 BGM 是这样？哦吼，活蹦乱跳了呢。之后呢？你就飞走了？之后要帮我开门吗？诶，跑到哪里去了？你去哪了？小鸟鸟，你在哪？完蛋啦！该不会你飞回布谷中里面了吧？看也不是。嗯，我不知道他去哪了耶。天啊，现在床底下莫名其妙的多了一堆东西。那我们就稍微调查一下好了。放了很多人的人骨，很多书。不该打不开身体，就小鸟跑去哪里了？而且那小鸟吗？还是鸽子？没有东西。好啊，这间房间应该又是没有用的。小鸟跑去哪里了 ？Where are you？I find you。你在这里。小鸟鸟乖乖，所以我要拿绳子把你捆起来吗？绳子掉下来了，要不要捡？得到了绳子，那用绳子把你捆起来。所以没有然后，我得到了绳子。所以我现在还可以拿铁锤砸他吗？不行。好香哦。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了耶，我得到了一个绳子，得到了一个铁锤，之后完全没有下落了。这样我们应该可以破坏一下那个挂枕的地方啊。还是我可以破坏窗户。不是吗？那个地方是小花不想要去的地方，那我应该可以砸破吧？砸破之后，我就可以拿就是那个绳子下去了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嘿，那我然后要干嘛？就现在有点小累的，就这个房间是，还是我可以把你捆起来。
都没有用，这一切都是盲点。嗯，东西就只有这么多啊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嘛。空空的铁柜，对。所以如果我拿那个金色的钥匙之后不小心乱开了，那个有的没有的就会坏掉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要干嘛了。胸腔内门诊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打不开。还是我可以拿些人骨去引诱鸽子跟我走，好像也不太对啊。啊，而且就是这个调查声音的 BGM， 我好像已经有点稍稍的免疫了，它就是这个声音没有错。那我然后呢？好吵的咕咕钟打碎了吗？不是，绑起来，好吧，没有反应。嗯，那我可以去哪里？你可以给我提示吗？没有提示，那我能去哪里？还是这边其实有隐藏通道？隐藏通道，看没有。哎咻，我们录了几分钟？我们录了十分钟了，没有什么结果。该死，地方就只有这么大、啊，真的是。这。好啊，我觉得我们自己调查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好了。好的，我觉得我最近呢厉害，就是说我要自己去调查一下之后，就会找到一些隐藏点。那在这个地方可以调查到一个小小的裂缝，之后我们就用铁锤去打它，就小花就发疯了，哈哈，我是大力花，噔噔，哦，大大的洞跟马桶一样深邃。天哪，这个洞好大，该怎么办呢？丢个东西下去，有东西吗？没有反应。哦，有一点久才有声音，反正就是要用绳子好了。哈哈，可以下去了。嗯，我们现在应该是不是要去存档啊？好啦，先下去好了，不用怕。哦。会不会在中途的时候就有人把我的绳子剪掉还是什么的？有个亮亮的东西耶，拿起来好了。得到方形钥匙，哎，上面有好像有怪怪的声音。谁？啊！我就知道有东西下来，我还以为他会把我的绳子剪掉。我抓到了啦，可恶！这时候我什么东西都有。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我们再回去。我要去休假了啦，真是太坏了。这里小小的裂缝，哦，这是小叉，永远待在我身边好吗？嗯，好啊。我是大力花，可是我这。这么粗壮，你还要我吗？好啦，爱情绝对可以包容这一切。是，之后我们绝对不会再往上走了，太可恶了。我们先调查一下这边能去哪好了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上面有怪怪的声音，我们要等他下来，我们要等他下来，快下来啊，快下来！我们要利用就是神走位，把你，耶耶耶！你这该死的家伙，我要把你的那个什么绳子弄掉，你就不要不要。我还要下去干嘛？哦，那我能去哪里？我能去哪里？这里吧，这里吧，这里吧。
方形钥匙。哦，打开了，我终于走了。应该不会追过来吧？哦，先喘口气。哎，香蕉先生，叫住他。哟呼，哟呼，过得还好吗？还没死啊，哈哈哈。我当然不会死的啊，真是。先存档，之后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草泥马吗？可是有点长得不太像，它长得有点像那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？咖啡色的那个嘴巴大大的那个是什么？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哎。哦，豆魔君跟草泥马结合啦！哦，为什么你会神冲刺？这不合理啊！这里是哪里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完全锁死了，出不去。那这里呢？好啦，我看草泥马先生要追过来了。哼，终于到学校来了，希望学校的一切都没事才好。哦。那是什么？为什么地上有奇怪的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踩破地板吗？为什么用手机？而且在踩破地板上。小花，医生给我填了好多表单和做了很多测试，最后只开了安神和舒眠的药给我。小叉说我的脸憔悴了许多。在这种连续噩梦下，渐渐的我开始害怕睡眠，常常在半夜被自己吓醒。脾气也越来越不稳定，常常不小心对朋友们发脾气，真的是很对不住。有一天早上，我出门去上课，到教室时发现我的铅笔盒不见了。当时我想应该是放在家里吧，但是我回到家之后到处都找不到它，我开始紧张了，因为我的东西通常都不会不见太久。最后，铅笔盒出现在我从来没有经过的地方。宿舍 EF 的厕所，我有点害怕，担心是不是杀死隔壁女孩的凶手，因为我看到她的犯案过程，所以试图想闯进我的房间杀掉我。我去找我的朋友们聊这恐怖的事情，但是大家似乎都不相信我，可能是因为我很多东西都不见了前科吧。接下来我的东西慢慢一样一样的不见了，从手机、学生证、鞋子，最后连衣服都不见了。当我以为这是最惨的时候，我的朋友阿娇她也不见了 ，and 连朋友也不见了。那这凶手其实都是幌子吧？他其实是爱慕阿娇很久了，所以他想要借这个哦，这什么？阿娇吗？阿娇是你吗？阿娇就是想借由这个机会把阿娇带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跟小花根本就没有关系。哦，这里怎么会有医院的屏风？好挡路哦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割坏吗？里面暗暗的，是消防栓。哦，是什么？为什么楼梯会放那么巨大的石像？雕像们在聊天，挡去了去路。为什么你们会在这边聊天？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合理。之后一样是不能走的地方。之后我们先把这边调查完好了。啊，学务处这个门不通，所以我们就走下面往下走这个选择吗？好像是哎，可是没有存档点吗？好吧，我们还是不要浪费银杏好了。哦，往下走的声音好可怕哦。好，地板裂开什么的根本不害怕。往一楼的楼梯好像是不能过的样子，可是这也太恶心了吧，都是生锈铁门呢。男厕女厕，可是以小花的个性应该会先进男厕吧。好啦，我们还是女生，我们要乖乖去一下女厕。哦，擦手指耶，有一股腥味。上面写着歇后语，事情往往有正反两面，真的就看你怎么看而已。哦，门竟然是锁着的，所以打开那间门一定会有什么秘密，对不对？好吧。哦，香蕉先生，你为什么可以从里面出来？你是真正的香蕉先生吗？这个梗不会再用第二次了吧？哟呼，香蕉王子，好吧，
我觉得你躲在女厕才是非常不合理的、欸、你不是王子吗？你为什么会上女厕、啊？还是你其实是娘炮？你是 gay 对不对？嗯，好吧。鲜红的灭火器 ，CSB117，CSB17 什么意思？不能看。就是好像是什么那种沙漠之鹰，V9I9 之类的那种奇怪的标语。香蕉先生，你怎么又在这里？这应该是骗人的那个，对不对？觉得，为什么你会冲刺在？哦 ，CSB 1女厕，那现在是 CSB 1男厕。所以这有什么一股尿骚味？是有人在这边尿尿吗？这里太脏脏了吧，超臭的啦！而且为什么香蕉先生你这次就走出来看，看奇怪的地方？这是镜子吗？还是这是什么？不要叫他，我都没有发现原来男厕有一个门，所以我可以进来哦。哦，所以这边应该是有钥匙的神秘通道，还是它可以连接去哪里？还是哦，男厕可以连接到这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记住了，那我们去别的地方探索吧。只有往上的路，对不对？调查一些这个东西好了。平常，盒子后面好像有什么？得到了社办钥匙，仓库，社办吗？社办好像钥匙。天哪，这是最简单的谜题了吧？社办也有那种脏兮兮的铁门，应该不会有东西要吓我吧？好像有脚步声，我可以躲在哪里？可以躲到哪里？好，我一定会被发现啦，该死。不要再往前了，拜托你。好啦，我去注定 GG 了吗？没有，小花你人真好，血红版的小花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这根本太阴险了吧！还好我都没有，这次我都没有，就是太慌张。我可以出来了吼，这太阴险了啦！这个女人，这本书是阿娇的书，里面写了什么呢？阿娇，哦，你被诅咒了，小花，你被诅咒了，什么跟什么啊？阿娇，你也太变态了吧！你才是变态，对不对？而且为什么你会配合这个笑声？打开柜子看看吧。哦，有一把钥匙，仓库钥匙，放了很多资料的柜子。没有东西了吼，没有东西了吼，真的吼。因为我不太想再回来这该死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空空的水桶，所以我可以拿它吗？怎么说都要去村当 ，OK。Hello， 王子，哟呼，哟呼。天啊，我就是听这个声音，就是稍微的有点那个免疫了。听哟呼也没有什么治愈感，天然是我太叛逆还是怎样？仓库的钥匙哦，打开了。为什么又有手机？可是哦，我才说这次怎么没有在想？小花阿娇死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，大家都很压抑，而且死相非常的惨烈。他的尸体被钉在树上，脖子被利刃划开，且将他全身的衣服都染成了鲜红色，在树下积成一大片血池。大家都很难过，他是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。警方已经开始调查真相了。在整理阿娇的遗物，发现她的手机不见了。那天晚上我又做噩梦了 ，and 所以就是那个变态的关系，我才一直换手机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种手机看起来就烂烂的，应该就是那种零元手机吧。
为什么？他这次没有那个红红的猪猪得到了。喂，我现在看到这里有人，这是人吧？嗨嘿嘿，好健康的小妹妹啊！这老奶奶背后背着一袋东西，而且有浓浓的血腥味。小妹妹，你缺不缺手啊？缺不缺？缺不缺？缺不缺？我不缺，那就把你的手给我吧。所以，还好我有存档。老婆婆，你是捡那个很像是那种捡资源回收的老婆婆，可是很不能尊重你耶。你为什么你是捡手手？而且哪来手手那么多给你捡？你是去哪里捡来的？天哪，你是连续杀人犯对不对？好吧，那稍微尊重你一下，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咯。好，就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要跟你讲说我缺手，你就会把手手给我吗？好啦，我们先跟老婆婆讲话好了。缺手，缺，我缺，那我就把手送你了。还是人的手最鲜美了，谢谢哦。拿到手手之后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干嘛。还有东西吗？紧急洒水设计图。那然后呢？打不开啊，怎样都打不开。啦啦啦。然后王子，我需要存档。哟呼。这里了吧？我刚才拿到什么？红色猪猪跟人手，而且人手有浓浓血腥味的人的手掌，颇深的红色水晶球。所以我还没有就是触发到什么剧情，对不对？那然后我要干嘛？女厕还有东西吗？擦手指耶。香蕉先生，还是我要给你一些，我给你红色猪猪，你给我通关的密码。哟呵，哟呵，我不要存档啦，一直存档什么？那他的意思好哦？什么？是再仔细观察，那就是撕下来看一下版面。哦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扫地阿姨的钥匙破掉了，天哪！那我先存一下档，所以我可以把每一个门都打开吗？不行，都不行。擦手指没有用，然后我们要去那间。所以扫地阿姨拥有的钥匙通常都是自置物柜吧，就是那种打扫用具的那种门。打开了，噔噔噔，为什么你又在这里？为什么你又在这里？这里我们先调查一下好了，然后稍稍有点累的。有一股血腥味，每一个门都有血腥味吧，所以这在考验我要拉动哪一个是对的吗？还是每个都可以进去？这里就是哪里？好像系统启动会亮的样子，看不懂的控制台，可以放钥匙之类的东西。好像蛇的电线，水管关，水管关。长长的电线不知道可以干嘛？有什么东西？有一瓶东西，得到了机油。大便味道的柜子，有点喜欢。小花，你真的是好坑哦。呵呵，打不开耶。机器的说明书，方向无法仔细的观察，浴缸的东西。所以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边的水打开之后，它就会怎样吗？
所以他就会关起来喽。我觉得一定要什么追逐战的时候会利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就把它关进去。好啦，这我觉得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先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存档。Hello， 小鸟先生，哟吼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板评论板留言给我，会再做改进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。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